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634页，634页，倒数第七行，倒数第七行。超日月光，这是第十一。净言曰：故世间相名超日月。故就是超的意思，超过世间相，所以叫超日月。景星曰：日夜恒照，不同娑婆二要智慧，故超日月。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光的来源就是太阳，月光是太阳照到月亮反射过来的，就我光的来源呢是靠太阳。极乐世界不需要，不同我们娑婆世界，一定要靠白天是阳光，晚上是月光，极乐世界不需要。我们知道那个世界叫光明世界，佛身放光，每一个菩萨，每一个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身都放光，跟佛一样，有圆光，有常光，不但呢佛菩萨有光明，极乐世界所有的万物通通都有光明，树木花草都放光，山河大地也放光，这是光明世界。那个地方没有黑夜，我们往生到那里，习惯着有时间观念，上午下午白天晚上，到极乐世界没有了，好像有一点不习惯，那个时间怎么放，怎么说法呢？极乐世界有雨花，从天空当中落下来的花非常之美，落下来之后自然就铺成像地毯一样，花毯非常之美，排成图案，一点都不乱。那么这个花大概它时间不会长就没有了，没有以后再落。极乐世界人这个计算时间呢，就是这个花落，花消失了，花落了，以这个算时间，所以叫超日月，超过日月。我们看坛寺的偈子，坛寺赞曰：光明照耀过日月，超过日月，故佛号超日月光，就佛的德号呢也超日月光。
太阳，光是热的。啊，确实，这个地球正对着太阳的地方，就是赤道。啊，所以温度很高。在两极的地方，接受太阳光少，啊，光照的是斜的，不是正面吸收。所以两极日光啊，温度就很低。啊，尤其两极照的时间跟赤道不一样，赤道日夜很清楚，啊，24小时一点都不差。那么南北极能看到太阳，太阳不是从天空的，从旁边弯弯的小湖，从旁边，不是从正中。啊，太阳从这边起来到这边落下来，要多少时间呢？半年。啊，所以是白天到南北极的话，在南北极半年看到太阳，另外半年是晚上看不到太阳，黑暗的。所以地球上的，你看，如果说太阳，有太阳的一天，那么南北极的一天就是一年，大概是一年，6个月的白天，6个月的晚上。这时差真的不相同啊！啊，这是由于太阳这个地球自转，啊，地球公转绕太阳，这个周期变化很大，啊，所以时间长短不一样，啊，最标准的时间是在赤道，啊，无论是南纬度、北纬度。越向两极呢，时间就越短。啊，或是白天短，或是夜晚短。啊，这是地球上因为角度偏差的度数不相同，会产生这种现象。那么极乐世界的光如何？啊，不很热，也不冷，啊，所以的气候啊，非常适合人居住。啊，谭师赞曰：“光明照耀过日月，就超过日月，故佛号。”超日月光，啊，佛号，佛的德号叫超日月光。这几位净宗大德著这个经呢，都是这个说法。又超日明三昧经，经文上说，日之光明照现在时，人无如动，百骨耀目，诸天龙神皆因日辰，普得莫合。这个下面还有，日不能照二铁为前，亦不能照人心本，另开大眼。但照有形，不照无形。超日月，超日明三昧，所以圣者，数照十方，无边无际，三界五道，弥不彻长。在
超日明三昧经里面说光明遍照的状况啊，日光照现在世地球上所有这些动物啊，人到蠕动，这就是小动物啊，云飞软动小动物，说明人类跟所有的动物都不能离开日光。白骨药草，白骨我们讲五谷杂粮啊，供养我们人类饮食啊，这一些还有药草，这就说莫是树木花草了，也要靠日光啊，没有日光就不能够生存。诸天龙神也要靠日光啊，才能够生存。说明日光给地球上动植物生存的能量，我们讲热的能量都从这儿来的。如果没有这个能量，动植物啊都不能存活。佛有光，佛光的能量超过日月，日月是物质啊。我们知道啊，太阳的能量从哪来的？太阳是火球，整个球都燃烧着大火啊，所以它是火球。就是整个星球啊，燃烧起来了。每一天，供给它燃烧的燃料有多少？不计其数啊！太阳大了，比地球大130万倍。130多万倍啊，而里面呢，现在知道全部都是像核能爆炸啊，就像原子弹一样啊，整个太阳都是的，所以放出强烈的光跟热啊，所以那个太阳是没办法接近的。你越接近它，你就感到温度就上升。啊，太阳表面摄氏几千度。啊，任何东西到那里都被烧化掉了，都毁掉了。啊，是这么一个星球。那么我们看到，晚上看到空中，星星一闪一闪的。都是这样的星球，全都是太阳，距离我们太远了啊，太阳距离我们近啊，这个我们称它做恒星。以前以为它不动的，现在知道它不是，它还在动，它绕银河旋转啊，太阳就是带着这么多的行星，还有小行星啊，太阳里面还有彗星，带着这个星群，然后这个大的星系运转啊，
那么这种现象在今天天文里面观察非常清楚啊，因为它体积大，所以它的引力也非常强大。那么地球被它引力拉住，所以地球有一定的轨道，没有办法脱离太阳系。啊，这就是受它引力的影响，在太空当中有规则的去运行，绕一周365天，月亮绕地球，月亮永远是一面对着地球，那就是因为它的公转是绕地球转，跟它的自转时间呢相同啊，所以我们每天看它呢都是这一面，永远看不到月亮的背面。那么对着太阳这一面很热啊，背着太阳那一面因为没有这个热的能量，所以那一边温度就很低，就是温差非常大啊，受太阳跟背太阳那面温差很大。那么也有人说，月亮里面确实有人啊，这个传说很久，现在科学家也不否定啊，可能有别的星球的人居住在月球的背面啊，因为面对着太阳这一面温度太高，这背面的时候有人住，很多的飞碟，飞碟的基地都在月球里面啊，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些报告啊，这些报告呢没有被科学证实，证实啊，所以到底有没有啊？我们不能够确定。但是这是说呢，能量啊，从物质上产生的，这是属于物理。核武就是依这一物理而发展出来的。那么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，物理有能量。心理的能量啊，比物理更大。物理的能量是可以计算的出来，心理的这个念头的能量是没有办法计算的。我们相信啊，为什么相信呢？你看看极乐世界，这个光啊，不要靠日月，不靠外面的，完全靠自己。阿弥陀佛的光尤其不可思议，诸佛如来赞叹他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啊，那么我们可以说，弥陀开发自信的光明，达到圆满究竟了。所以佛光遍照啊，自性光明有温度，温度不高，非常适合于一切众生。
一切众生接受佛光照耀，不但是滋润了身体，而且还能帮助你开发智慧，帮助你开发自信里面的德能向好啊，这个是物质所放光明啊做不到的。一切法既然不离自性，物质也是自性变现的，所以物质里面有这个能量。能量的原点应该就是现在所说的一切物质，它都带电，带阴电，带阳电啊，在中国古老的学说里头没有带电这个名称啊。佛法里面讲地水火风，他用这个来做代表，地就是物质现象啊，那水呢，水就是水跟火就是带电，水是阴电，火是阳电，任何物体都带电，就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，每一个原子，每一个电子啊，说到最小的就是微中子，统统是四大啊，它带的有阴电跟阳电。风大是说明它是动的，它不是静止的啊，它是动的啊，动才叫风，叫动啊，不动啊就没有风了，所以风代表它动啊。再小的物质现象你都发现它很有规律的在旋转啊，太阳系被人发现了，原子很像太阳系，中心是原子核，旁边很多电子，电子就好像星球一样围绕着它转啊。那么太阳绕银河，银河我们相信它也在转，绕着另外一个大星系在转啊，这个是宇宙啊自然的现象。那今天我们的能量能量里头有热，我们在佛门典籍里面看到啊，西藏的喇嘛他们修禅修定，把自己本身的能量引发出来，在那种高山终年积雪，他身上穿一件单衣服啊，很薄的一件单衣服，他坐在那个地方，他的能量能够把冰雪融化，
啊，这是事实啊，说明人人都有这个能量啊，我们是没有把它开发。原理就是佛经上所说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我们冬天觉得冷，有冷的这个念头，那就冷了。如果没有感觉到冷，大概外面那个温度啊，跟我们自己所感应的就产生变化。啊，高原冰雪的地方，我们看到修行人确实那不是假的，他没有穿那么厚的衣服，啊，在冰雪当中，他坐的地方，他躺的地方，地是干的，你摸一摸是暖和，好像这个北方的炕一样，它本身那个能量那么大，不需要借外面的。啊，不是一个人修成的，居住在那个地方，个个都有这个能量。啊，当然，我们每个人通通都有，这是我们自己不能把这个能量开发。我们现在知道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的心想没有办法像佛菩萨用的那么自在。啊，他会用啊。我们不会用，不会用呢，把能量糟蹋掉了。能量跑到哪里去了？跑到妄念上去了。啊，妄念是最消耗能量的。啊，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，我跟他那一年，老人家70岁，我看到他的工作量至少是5个人做的工作量，他一个人等于做5个人的工作，那么大的工作量，每一天呢吃一餐，啊，我常跟他在一起吃饭，吃的很少，啊，小馒头这么大小馒头，2个，啊，我吃不饱啊，我要吃3口。那个时候，我从学佛没多久，我晚上这一餐就断掉了。啊，养成了习惯。所以跟李老师看他日中一时，我早晨这一餐断不困难。哎，真断掉了。啊，但是我中午这一餐比他吃的多一点。他2块钱就够了，我要3块钱。他一个月生活费用60块钱，我要90块钱。啊，那个时候台湾钱跟美金兑换，一比33、34的样子。所以李老师一个月的
生活费用啊，和美金值一块多一点，不到两块。啊，那么我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啊，超过两块，很节俭的。我吃到第八个月，我才告诉他，我说老师，我现在也吃一餐了。说多久了？说八个月了，感觉到怎么样？我就感觉到很好啊，没有什么异常，说没有，很正常。啊，他肚子一拍，永远保持下去。好在哪里呢？我们需要的量少啊，一生不求人呐、啊，人到无求品自高啊。我们生活很简单的、啊，啊，一点点我们就足够了。啊，我跟他谈这个问题，我有体会，这我向他报告。我说，根据从生活当中所体会的，我们人从早到晚，许许多的活动需要能量，像车子一样需要汽油，而能量的消耗呢？应当是95%消耗在妄念上，妄想。真正工作啊，做正经事情，消耗的能量也不过5-6%而已。老师同意我的看法。啊，我从什么地方体会到呢？那修禅定的人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看虚云老和尚脸谱，这个老和尚有的时候一入定，半个月、一个月，他也不吃，他也不喝，啊，身体一点都不妨碍。出定之后，精神饱满。这是什么呢？他入定的时候啊，能量不消耗了，他保住了。我是从这里想的，跟老师讨论这个问题，老师正确。他修过禅，啊，所以心里面越清净，消耗能量就越少。你的能量就越足，啊，这种能量能够抵御外面的寒冷，啊，也能够抵御外面这个温度高，啊，温度高下与它不相干，所以它冬天夏天都可以穿一件衣服。啊，好像气候变化了，与他没有影响，就是他心定。我们今天受这个气候影响，我们的妄念太多了。啊，天热了要穿薄一点衣服，天冷了要穿厚一点衣服，这就是受外头影响嘛。谁受影响？念头受影响啊，实际上没有影响。啊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身体本能就够强的了。啊，虚老和尚入定，常常个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，很正常啊。啊，古时候这些大德们，你说我们看传记里头，智者大师，唐朝时候人。讲《法华经》，讲到药王品，他入定了，
啊，入定多久没记载，出定之后告诉大家，释迦牟尼佛讲《法华经》那一会呀，还在，他在定中啊，定中到灵鹫山去了。释迦牟尼佛讲《法华经》，他在那听经，听了一座，出定回来了。说释迦牟尼佛这个法会没散，还在继续讲。这在定中，他会能回到过去，定中也能够到达未来，所以。过去未来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你能得定啊，就能够回到过去，能够回到前行到未来。过去未来事情你全晓得。啊，这个也是说能量。啊，用科学来讲，没有一样不是能量。啊，能量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光，啊，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智慧。自性本来具足啊。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就在当下了。啊，智慧照十方，光明照十方，啊，能量也照十方。这心的能量大，物的能量有限。啊，太阳所展示的是物质的能量。啊，热不能照二铁卫间。啊，这是大铁卫山。大铁卫山在哪里？我们现在看到天文学家在空中拍的照片，啊，现在可以用卫星拍照啊，人造卫星的，太空当中拍照啊，啊，照到的银河系，银河系好像是个也巡回在那里，有四条，好像胳膊一样，四条。你看那个照片就能看到，我想大概那就像铁卫山一样，啊，佛经上讲的铁卫山应该就指那些，那个太阳照不到的，为什么呢？太远了，阳光照不到那么远，啊，所以这个两个铁卫山当中啊，他找不到。哎，亦不能照人心本，他能照物质的身，他照不到佛的心，照不到人的心。心不是物质现象，也就是说，不是物质现象，他找不到。啊，令开大眼，啊，不能照人心，不能用这个光啊，让人开悟。开他就开悟，但照有形，不照无形。啊，有形有物质现象，无形没有物质现象。
这个世界没有物质现象的灵，比有物质现象的人跟动物多得多。现在讲灵界啊，有通灵的人，我们在很多信息传来的信息里面看到啊，估计现在在这个世界上通灵的人很多，啊，地球上现在的人口有70亿，啊，估计在地球上这些通灵的人应该有10几万人。啊，这些人有一些是从小生下来就有这个能力，但是以后长大了，慢慢他就退化了，他受染污。啊，通灵，也就是我们讲神通。神通有修得的，有报得的。啊，这两种都很正常。第三一种呢，就是有灵附在身上，你升起神通。美国过去一个预言家过世了。二次大战时候的在世，叫凯西，非常有名。啊，他那个神通是有一个神通住在他身上，现在叫附体，啊，附在他身上，让他了能跟一切众生治病，疑难杂症。啊，他治病怎么治呢？他能够到你体内去，去检查你的五脏六腑，他都能进去看毛病在哪里。哎，他用方法给你对治。啊，那么这个灵他自己也知道。啊，小时候像小朋友一样，死了以后就附在身上，这非常善良。啊，为非作歹的事情他绝对不做，啊，拿着神通欺骗人的事情不敢，正知正见，啊，所以这是一类我们晓得有灵负责的人生，不是他自己能力，啊，这个离开之后呢，离开之后就没有了，他能力就失掉了，啊，这一些楞严经上都有数，啊，佛陀讲50种淫惑，现在这个世界很多，啊，我们学佛决定要遵守经典，依照经典修学，这些传闻跟经典相应可以相信，跟经典相违背不能相信，啊，你相信你被他欺骗了，啊，学佛没别的，学智慧，智慧能够辨别真假，能够辨别邪正，能够辨别是非，鬼神这个事情孔夫子的态度就非常值得我们学习，叫敬而远之，对他们要尊重。为什么？他也是一类众生，他本性也是佛，
本心本善。我们有佛心，他也有佛心。啊，他是另一类的众生，跟我们不同类。啊，我们要尊重。啊，但是不能跟他学习，跟他学习那是外道，那就错了。啊，为什么可以跟佛学习呢？佛不讲外面，佛是讲自信，发觉信德，这是正法，不向外求。啊，佛法境界越高，完全这个自信里面智慧德能向好，逐渐向外流露，是用这个。所以佛法叫内学，佛经叫内典，佛是向内，不是向外。啊，所以向内是智慧，向外是知识。啊，一般人求学的向外，所得来是知识，广学多闻。佛不是这样，佛是一门深入，深入到哪里？深入到明心见性。任何一门都通达自性，所以佛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这个说得好啊，不是只有我这一门能见性，你那个不能，不是的，任何一门都可以，只要一门深入，一生不改变。为什么？他一定得定啊，定久了一定开悟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佛是处处跟我们讲真话了，不欺骗我们。啊，但是佛法里头最特殊的，那就是净土，就是阿弥陀佛，这真的是个特别法门。啊，为什么？一切法门从原理原则上说，都必须要断烦恼，都必须要消业障。这两种东西不排出去，你没有办法得定，你没有办法开智慧，没有办法明心见性。啊，可是净宗就例外，烦恼不断现，业障不消现。可是修学的原理没有改变，依旧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啊，他叫你一向转念，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；一个目标，亲近阿弥陀佛。你一生不改变。啊，你肯定得念佛三昧，肯定开悟。啊，开悟之后，没有学的东西都能够懂得，这一切都能贯通。这个法门殊胜呐！啊，为什么？人人能学，人人能成就。啊，其他的法门要靠自己，善根福德因缘。这一门当然也要啊，这一门的好处就是不要断烦恼，不要消业障。实际上那业障不消，烦恼不断，怎么成就呢？这个法门的妙就妙在此地，你只要一心念佛，念佛就把业障消掉，念佛
就把烦恼破掉了。不要用心去断烦恼，去消业障，自自然然没有了。为什么？深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无量无边殊胜的功德庄严啊，自己断掉了啊，不是不断，还是断，但是断掉的消掉你自己不知道啊。到极乐世界看你断多少消多少，你品位不一样。由此可知啊，这个放下很重要啊。放下都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只要把阿弥陀佛抓住，其他的都放下。日常生活一切适可而止啊，能吃得饱了，穿得暖了，有小房子遮蔽风雨，足了，够了。啊，不要再多求了，多求什么？增长烦恼。啊，一切不求了，这就消业障，这就是破烦恼。啊，你学佛得法喜了，那就证明你烦恼习气大幅度的减轻了。要不减轻，你的欢喜从哪来？啊，知足常乐要紧呐！你看一切诸佛，他在后补佛的地位，住什么地方？住斗率天。啊，斗率是什么意思？斗率是知足。啊，菩萨知足了，就成佛了。啊，所以我们想想这些地方，通通都要用在日常生活，什么都要知足啊，知足常乐。所以古人讲的两句话，知足的人能做到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真能做到，你多快乐啊！不知足的人，有了亿万财富，还想发财，苦啊，他不知足啊。啊，那个渔民讨饭的那个乞丐，他知足，他很快乐啊。啊，我受戒的时候，我们戒和尚道元法师到过香港，在香港讲过经。啊，受戒时他告诉我，他家乡人是真寺有个乞丐，儿子经商发大财。啊，爸爸在外面讨饭，你说他多难看呢、啊，人家都骂他了，哎呦，派了好多人。到处去找，哎呦，好不容易把他找回来了，啊，把他身上换换衣服啊，供养他了，让他过好日子。大概他住了一个月，偷偷地溜出去了，又去讨饭去了。可是人问，为什么？我自在呀、啊，受那个那么多人照顾的时候，一点都不自在。这是佛法经，他得逃犯三昧了。你看游山玩水啊，喜欢到哪玩就到哪玩，啊，晚上睡觉随便找个地方睡就行了。啊，他愿意过这种生活，这生活无拘无束，得大自在。儿子有钱，他的事情，他就在那受罪。啊，这个人这么洒脱，可惜没学佛，太学佛决定成就。
所以在这一段里头，我们最重要的发掘我们自性的光明啊，自性光明确实超日月光啊，就是自性的能量啊，能帮助自己解脱，帮助自己提升灵性，这底下有一段超日明三昧，所以圣者何？这个三昧，这个禅定，三昧就是禅定，它超过日月之明。原因是什么？下面说了，数照十方，无边无际，这是日月光明做不到的。日月的光明有边际啊，距离远了就找不到啊。三界无道，弥补彻常，这可是日月做不到啊。三界是讲的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无道是讲的天道、人道，下面是恶鬼畜生地狱啊，智慧光明统统能找到啊，日月光找不到啊。何况弥陀光明啊，诸佛当中弥陀光明第一了，故名超日月光。说上至经文，胜于注解，这个就是超日月明三昧经上所讲的，比几位祖师大德讲得好，讲得透彻啊。盖以日光能照一切有形，生长天地万物，但不能照无形，不能照透啊，不能呢透天为善啊。那这一点呢，我们就能够理解了。现在科学上发现的光有很多种啊，讲光波不同的波动现象。我们的肉眼现在只能看到局限之内的这个波度，我们能看见，比这个波长的看不见，比这个波短的我们也看不见啊。用仪器测试行，你比如说 X 光，我们肉眼看不见， X 光能透过身体啊，它没有障碍，阳光有一张纸遮住，它就照不进来， X 光能透过啊，紫外光能透过啊，红外光都不一样啊，很多都能穿透能力啊，铁围山阳光透不过去声音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听收音机
所以有长波有短波，比我们而能够接受的这个波度长我听不到，比这个短也听不到。那我们细心观察动物，有些动物听觉很灵敏，它能听到我们听不到。眼也是一样，他看到的我们看不到。我们看狗在狂叫，外面看没有人啊，他叫得很凶，他看到东西我们看不到。他能听到的我们听不到。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啊，我们现在这个耳根这个机器有故障。什么东西障碍它呢？还是妄想分别之处。这个东西去掉了，我们六根就灵了。佛为什么遍照遍知？佛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所以他六根没障碍。他睁开眼睛，能够看遍法界虚空界。极其微细他都能看到。你看佛在经上说八地以上能看到阿赖耶。那是什么意思？能看到宇宙的起源就在当下了，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阿赖耶的业相，科学家称的能量；阿赖耶的转向，科学家称的信息，就是念头。阿赖耶的境界相，科学家说的物质。八地菩萨能看见了，就能看见现在讲的微中子那么小的东西他能看见。真看见了。所以他能说得出来。经典上的文字写出来了。现在科学家用精密的仪器观察发现到了，跟佛经上讲的一样。把佛讲宇宙缘起科学证明了，这好事让我们对于经教再没有怀疑了。以前不管怎么学怎么讲，一根拔不掉，为什么无法想象？只听佛说的，没有看到第二个人有这种讲过。所有宗教经典没讲过。那今天科学一发现，我们就恍然大悟。知道定是开发能量不可思议的工具。为什么叫你修定呢？修定开发你自信的本能所以心里头不能有妄念，妄念越少越好但是妄念无始劫以来生生世世养成了，现在要把它断掉不容易，它根深蒂固可是我们得有恒心有毅力，晓得
这不是好东西，啊，造成我这么大的障碍，要下定决心把它被甩掉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方法，念阿弥陀佛。不念别的佛，念阿弥陀佛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一切诸佛没有这个称赞。这个称赞是诸佛如来共同对阿弥陀佛的称赞。我们就明白了。啊，他开的这个法门，我们有资格。其如84000法门，我们没有能力进去。为什么？五种见惑断不掉。啊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、戒取、邪见断不掉，断不掉就进不了门。啊，见中不要断，那就好了，我就可以进门了。这个法门难遭遇啊，这个法门难相信啊，难信之法，难信之法不是人讲的，佛讲的，诸佛都这样讲，啊，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讲，一切诸佛都说难信之法，难信易信，很容易成就。啊，只要你相信，你就能成就。你不相信，净宗这个功德你得不到。啊，所以日月光明不能照明人之本性，超日月三昧甚至啊，他能照到人的心的，啊，帮助人觉悟。但弥陀光明又原生此三昧也，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。这一部经里头所说的超过超日月啊，超日明三昧经，超日明三昧经比不上无量寿经，比不上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。啊，所以阿弥陀佛又有一个头号名号头衔，叫超日月光明。我们再看幕后这一段，不思议光。啊，不思议光，唐宋两仪都用这四个字。为仪的呢，把这些光啊，它开成两个光，开为南思光与无尘光。按南思就是不可思议啊，不可思议，南思。无尘呢，就是不可议啊，议是议论啊，是谈论的。所以分作两个讲也行。两个合起来也行。静音乐，过世心想，故曰难思啊！啊，这些我们学了要用啊，超过世间人心想，我们的心想也是有界限。
因为你的心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真心没有戒心，真心里都没有想。啊，想这个词，你看看中国的文字，智慧的符号，想是你心里头有想了，就叫想。心里头有界限，有分别，就叫思。啊，思，你看，画一个田，画格子，啊，画格子是表示分别。啊，写个相呢，是想，叫思想啊，思想都不是好东西。啊，真心没有思，思没有想，把那个相拿掉，田拿掉，真心就现前了。啊，心上加个田，加个想，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啊，中国文字智慧的符号啊，啊，所以你看到这个符号，你不认识字，看到这个符号，你不知道念什么，你晓得它的意思。心上画了好多格子了，啊，心上有了想。啊，你能懂的意思啊，智慧的符号啊，全世界没有第二家了，只有中国啊，外国都用拼音的文字啊，没办法表现的，中国每一个字意思都很深啊。那么现在人唯恐你没有思想，佛法是就怕你有思想，你有思想就错了，永远不能见性了。世间人怕你没有思想，好像你是白痴，其实不是的，没有思想是用真心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像阿公阿婆念阿弥陀佛，一天到晚阿弥陀佛，出来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就他又没有思，也没有想，真心念佛，这种人往生十报庄严土啊，上辈往生啊，一般人比不上啊。啊，他心里头没有思，也没有想，啊，没有思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想，没有执着。看是什么人呢？菩萨了。啊，这个要懂啊。经曰：过世心想，故曰难思啊。过世言相名无称光啊，过者超过之意啊，超过世间的言语形象，超过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你的言有界限，你的相也有界限啊，这个东西在阿赖耶里头，阿赖耶是妄心啊，真心没有言，也没有相，但是他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金星月光非诸二尘等所测度，故难思，又非愚尘所堪摄，故无称。
佛光不是二乘境界，二乘是声闻缘觉。声闻缘觉达不到啊，所以不可思，难思不可思。又非愚臣所看说，这个就是叫三乘。声闻缘觉菩萨，或者说呢，天台家的。藏教菩萨、通教菩萨、别教菩萨，他们没有达到这个境界，也说不出来。这叫三乘。圆教达到了。圆教菩萨，他懂得。圆教之前，他没达到啊。谭师赞曰：“其光除佛莫能测，故佛又号南师光。”这个光，佛知道。这个光就是佛光。佛光里面有不思议的作用。底下还有两句：神光立相不可名，故佛又号无称光。光立光相，不着相，连光的相都不知足。故除佛莫测，现在科学告诉我们，确实一切法离不开光，光离不开振动，所以整个宇宙是动的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就是讲三种现象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跟自然现象，全是从波动产生的。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涅槃指32亿8000年，就从这生来的。我们今天把它换算，一弹指32亿8000年，就是320兆。我们一秒钟现在是用秒做单位，一秒钟能弹几次？我相信有比我弹得更快的，我一秒钟可以弹4次。如果弹5次，就是1600兆。这个现象出生的。离开波动现象啊，宇宙什么都没有啊。什么都没有是什么现象呢？常寂光。永远不生不灭。这就是真如，这就是本性，这就是自性。什么都没有，它一样也不缺。遇到缘，它能现象。它能变成设法界一真庄严。它会变，无中生有，所以有是假有，不是真有。真的是无，它永恒不变，叫无中生有。所以生有，别执着它，就对了。心目当中是有而非有，空而不空，这个看法正确。常寂光什么都没有，
空而不空。啊，设法界什么都有，有而非有，你完全正确了。诸佛菩萨发生大事，确实是这个看法，他就生活在这个境界里头，得大自在。啊，光理光相啊，出佛莫测了。坛南法师的解释是前二，就是包括前面两种解释，解释比前面更好、更深。啊，至于无称光，即前或于解脱光。自幼啊，或于不思议光，实在讲也没有障碍。其实，十二光是一体，十二种不同的作用啊。说注疑这五种翻译本，开合右别，错综不一。故嫌差异，但其实质有无二，这一定要晓得。解脱呢，是涅槃三德之一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！涅槃说它有三德，涅槃里头有三德，这个三德呢，第一个是法身。第二个是般若，第三个是解脱。三个合起来，就是经中所说的常寂光。啊，就是大乘教里面讲的法性，讲的自性。啊，所以自性有三德，有法身，有般若。有解脱，发生真我，那不是假我。啊，般若是智慧，解脱是大自在呀、啊。啊，解脱这个解念去生，不念解。解当名词用，念解呢当动词用，把它解开了，当动词用。啊，什么东西解开呢？烦恼解开了，啊，无明烦恼解开了，见思烦恼解开了，尘沙烦恼解开了，脱就是脱离，脱离生死。脱离烦恼，脱离业障，通通脱离了，这叫解脱。啊，阿罗汉，他也入涅槃了。那个涅槃不是真的，相似的涅槃，佛经称它做偏真涅槃。真是什么？真是空。偏空了，所以涅槃三德他没得到，他没有证得法身，智慧没开，解脱他得了一半，叫得了半个解脱啊？为什么呢？六道脱离了。超越六道轮回了，阿罗汉、辟支佛，啊，超越六道轮回，啊，是脱离六道了。化身菩萨，
这三德通通真的，真的发生。啊，自心里面的般若智慧现前。啊，真的发生。我要问，什么是发生？真是自己，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切法是空，这叫法身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所有一切法，自性变现出来，离开自性，什么也没有，通通是自性变的，不是你是谁啊？这个东西你不好懂，举个比喻啊，你想想就能想通了。你有没有做过梦啊？梦从哪来的？梦中所有情节不都是你自己变现的吗？啊，梦里头看到好多人，有你喜欢的，有你讨厌的，有你冤家对头，醒过来全是自己心里变现的。离开自心，什么也没有。啊，梦里面的虚空，梦里的山河大地，梦里头形形色色，通通是你自心变现的。大乘修行到这个境界去，我真晓得了，整个宇宙一切法全是自性，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。佛给我们提示多啊，譬如我们前面学的十乘观法，第一个观不思议境，不思议境说就是整个法界虚空法界。你怎么个看法？整个虚空法界不外乎两个东西啊，色根心呐。啊，那佛又告诉我们，色有心生，后头总结。全体是心，心就是自己，心就是法性，心就是法身。所以，诸佛菩萨的慈悲，没有条件的，没有情执的，他是真的清净平等的慈悲，清净平等的爱心，对一切都爱，没有一样不爱。为什么是自己嘛？不是别人嘛？造恶业堕地狱的还是自己，不是别人。啊，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了，心跟法是一不是二了。啊，今天科学家也说，科学家说什么？宇宙里头有三个东西，佛把它讲成两个。啊，科学家讲三个，三个什么？物质、念头、能量，他讲三个。佛法呢，把能量跟念头归成一个，就是心。能量跟念头就是心。所以今天科学家也发现，就念头的能量不可思议。啊，在大乘佛法里头，能量跟念头融成一体。啊，这叫开合不同啊。啊，它分成三个，佛法这两个。啊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你晓得共同一体啊。啊，所以念力里头的能量能解决一切问题。所有物质现象是念头在做主宰。我们今天念头坏了，啊，唐太宗说的话没错。今天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了？人心坏了。
你看，那一句话就说出来了。啊，这个社会怎么会变成那样子？人心坏了。啊，人心怎么坏了？没教啊，没人教了。啊，你看中国过去，任何一个朝代，把什么摆在第一了？教育。全世界没有的，只有中国人重视教育。国家行政组织，宰相底下第一个部就是教育，礼部啊。礼部是管教育的，礼部尚书就是现在教育部长。啊，从前制度，宰相底下很多部，第一个是礼部。宰相有事，不能上班，不能事事，礼部尚书代替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国家的行政一切为教育，都不为别的。今天讲。教育挂帅呀、啊，什么都得听教育的。现在不是了，现在经济啊，经济挂帅，经济是人之必争，会打得头破血流。啊，教育是彼此相让，天下太平，社会和谐。你看，不一样。啊，家庭重视教育，所以家庭和睦啊！啊，没有争争吵吵的，天天吵架打架没有啊？那家成什么话了？哎，这就叫教育摆在第一，教育一定是让，啊，经济一定是增，不能搞错啊！经济不能放在头啊！啊，他带头那麻烦可大了。你中国在千万年来，啊，中国文字发明只有4500年，4500年前没有文字，不能说没有文化。印度婆罗门教，啊，我跟他们有往来，啊，他们的长老告诉我。婆罗门教的历史至少有13000年。那我就相信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会少于13000年。我相信啊，我从孔子谈话当中有这个启示。啊，孔夫子在中国成为大圣人，啊，他老人家自己说，一生述而不作，啊，那就是告诉我们，孔老夫子一生没有创造，没有发明，现在人把创造发明摆在第一，孔子没有。一生没有创造，没有发明。那么孔子所学的，我们就联想到了他所学的，他所修的，他所教的，他所传给后世的，都不是自己的，古圣先贤，祖宗留下来的。啊，他老人家态度是。幸而好古，这个难得了，这个我们要学。对古圣先贤东西一点都不怀疑，相信。喜欢，好是喜欢。啊，全是古人的。中国世世代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这些智慧、理念、方法
从哪来的？都从古人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古人累积的经验呢，取得了教训呢，我们把古人丢掉了，自己来搞一套，没有通过检验，历史的检验，很多错误不知道，错误发生了，无法解决，也自找苦吃啊！现在不相信古人，孔子是最相信古人，最尊重古人。那肯定古人没有过失，他要过失那些东西，当然有，那传不下来，谁传他？好的东西，优秀的东西传下来了，传下来全是精华了。现在人想，古籍里都有糟粕，这是什么？傲慢。用批评的态度看古人了，古人东西你一点都得不到，古人东西从恭敬当中求。印光大师叫我一分沉浸你就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你就得十分利益，没有沉浸什么利益也得不到。那么今天古籍还保存下来了啊！我是遇到印这些书，这个书局啊，我有多余的钱我就买啊，买来干什么？送给每一个学校图书馆，让他们保存，不至于丢掉啊！大灾难肯定。很多破坏，我到处都散，哎，总有地方保留着。啊，人家以前叫我刻在石头上，刻在什么这个经书上，啊，那个东西刻一套花一套钱，一个大地震来全完了。啊，所以现在要懂得到处散，好啊，不可能全部毁掉啊，总有地方存在呀。这才是保存的方法。啊，要懂这个道理。啊，中国东西，这是乾隆皇帝有功德。啊，把它整理出来了。啊，整理成一部四库全书。一部《四库会要》，中国千万年以前的历代祖宗、历代圣贤，他们的智慧、他们的理念、他们的方法，啊，他们的成就，全在这里头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了，这是中华。唯一的宝藏啊，不能丢掉啊！文言文是钥匙，3年时间，外国人3年时间就学会了，他钥匙就拿到了。啊，我在美国大学问他们学生，啊，他们读中国古书，拿到中国古书写博士论文，我问他学多久？3年，到英国，啊，在伦敦，我问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，这是世界上一流的大学，排名第一的，啊，他们学汉学，他有汉学系，专攻中国儒释道，啊，我问他文言文学多久？3年。外国人3年都能学成了，中国人2年就够了，要比他深一年。真干呢，真肯学啊！
啊，乾隆给我们造了宝库啊，宝库的钥匙你得要有啊，你要没有宝给你，这宝库打不开，你得不到手有。啊，这个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有很多人告诉我，将来大灾难，中国、东北、西北，灾难最小，可以保全。啊，直隶地区，啊，从东黑龙江。啊，大概没问题。啊，吉林问题不大。啊，辽宁大概有一半没问题，另外有一半有问题。啊，内蒙没问题。啊，甘肃没问题，在新疆。大戈壁沙漠一半都没问题啊！这个地方可以藏宝啊！啊，宝是什么？宝是四库全书，宝是四库会要啊，所以得要真正有心的人，有这种认识、认知，有这个缘分，啊，找地方收藏。当然，更希望呢，办个学校，简简单单的，规模不要大，学生10个20个人就够了，专攻。从文言文下手，10年之后，这是中国传统国学第一流的老师啊，有老师就会有人学，慢慢能复兴起来。啊，所以现在书局印这些东西，这是莫大的贡献。我们了解，我们希望全世界啊，好的学校啊，大学，我们都赠送，让他们收藏。这就是中国列祖列宗无量无边智慧光明它能够开启我们的心得，能够开启自性里面本具的智慧与般若啊，佛经，特别是这部经，现在我们几乎大量的在流通，流通到全世界。啊，印刷还是重要，怕将来没有电呢，没有电，书本就管用了。啊，随身听是好，值得做。啊，还有一天电力来源，咱们就用一天。听
真正听，真诚恭敬心听，一定得好处。啊，不可以任意批评。我们无论在哪一方面跟古人比，比不上啊。不要说太古了，我们跟上一辈比就比不上。啊，我们上一辈老师，黄念祖、夏莲居、啊、李炳南、方东梅，我们跟他比，比不上啊。那、啊、我们底下一代的学生又不如我们，这个麻烦呢，这一代不如一代呀、啊，这衰相啊。啊，如何让下一代超过我这一代，那就兴旺。那得要那个学生真用功啊，真用功，如果是为民为利就完了，这个念头一动就没办法了，就毁掉了。《论语》，孔老夫子有一句话说：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如是比喻，假如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，才华跟周公一样啊，周公圣人是孔老夫子一生心目当中最佩服的一个圣人，周文王的儿子，啊，周武王的弟弟，大神。他说：“时教且慢，其余则不足观矣。”啊，这个人好，很好，可是怎么样？傲慢，一傲慢就完了，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了。啊，中国古人有个句谚语说：“学问深时意气品。”越是有学问的人，真学问越谦虚，越恭敬。哪有傲慢的呢？傲慢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孔老夫子一生，你看学生对他批评五个字：温良恭俭让。啊，夫子之为人，温和、善良、啊，恭敬、节俭、礼让。没有傲慢的，啊，决定没有心浮气躁啊！我们得学这一点的。现在自己有一点成就就很了不起了，这怎么行呢？这不可以啊！啊，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学不了。跟古人比差很远呢、啊，怎么能不学？啊，所以我们要鼓励年轻人学习，还得要鼓励年轻人要用真诚心学习，啊，要敬祖宗，要爱祖宗。要敬圣贤，向圣贤学习。啊，决定不能批评。你批评说他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对，说不定那个不对里头是最高的东西在里头。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出来。啊，你学上个20年、30年，再一看就明白了。你现在程度不够啊！到那个时候看出来，那么后悔吗？你看那个时候批评人、冤枉人吧，那个罪多重。啊，古人教，面面都想到了，
遇到我们看不通的地方，古人叫做存疑，打个问号。啊，不要批评，这个地方我有怀疑，我再好好的努力，说不定过几年，哎，这问题解决了，明白了。这是正确的态度啊！一觉得不合适，马上就批评，这是错误的。古人东西留下来，2000多年，多少人看过？如果有问题的，早就挑剔去了，还等到我们呢？我们从这个地方啊，信心就定下来。啊，我们的德行，不说别的，古人有贪嗔痴慢，比我们淡薄。我们现在这个贪嗔痴慢到极点了，那这个东西是烦恼啊！说明说古人烦恼比我们轻，烦恼比我们轻，他的智慧就比我们大。烦恼轻，智慧长。我们烦恼中，我们智慧没有啊，功高我慢，超过古人不晓得多少。这种心态学古人东西难了，太难了啊！古时候人从小就教敬、教孝、教敬。啊，叫谦虚，叫忍让。现在人不叫，从小叫竞争。啊，把人养成一种好胜、傲慢，从小培养着，跟古人教的时候恰恰相反呐、啊，这个事情麻烦。我们把最后这一段念下去。至于无嗔光，即前惑于解脱光，自又惑于不思议光，谁又无碍？啊，这跟我们解开了，开惑不一样啊。该注意开惑有别，错综不一。啊，故显差异也，但其实质一无二之。解脱涅槃三德之一，真是不可思议。这一段文还没有结束，后面是总结。不思议就是不可思议，这个不可思议是真的，是什么呢？你没有办法去想它，你没有法子去说它，理太深太广了。事呢，遍一切法界，我们一般人说的成语里的博大精深，用这个四个字来形容。啊，那我们用这个四来看四个字来看四库全书，博大精深。来看四库会要，甚至于看四库全书，看国学之要，都可以用这四个字来说，博大精深。我们这个尊敬的心就生出来。啊，这个尊敬的心就是入门的心，没有尊敬你就入不了门。孔子来教你，释迦佛来教你，
你都入不了门。为什么？你自己有障碍，业障太严重啊。业障消掉，就看到你谦虚，看到你恭敬，那自然就露出来了。所以我深深常常回忆，当年见张家大师第一次见面，提出问题，他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半个钟点不说话，我不知道原因的，现在晓得了，年轻心浮气躁，提出来是重要问题，老师看着你，一直看到你，把那个浮躁的气平静下来了，才跟你讲话，这么个道理啊。看了半个钟点，说了一个字，有。我问他有没有方法，有，有，我就竖起来了，把听了，又动了，他又不讲话了。停了六七分钟，总要叫我那个心平气和，浮躁啊。不能有，他才跟你讲，他不讲废话，那样讲的是你真听进去了，真管用啊，浮躁不行，现在哪个年轻人不浮躁？那就很难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，你要不懂，你一生不可能成就，怎么用功都不会成就。这一定谦虚恭敬。孔老夫子五个字常常想着，努力把它做到。温良恭俭让。这样的心态才能成就大学问。好，我们今天学到此地。